晨晨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啊，把我哥叫上啊，你们俩去小吃店吃点好吃啊，甩我干嘛呀？啊，我哎呀，周周，那个陈友斌啊。来联大当教练了，他那人挺怪的，但感觉好像是有两下子，是不是？最近那业余比赛你都没来啊？训练很忙吗？行，既然你已经决定在理工大学打球了，那就在那儿好好打，甭管我们场上是不是对手啊。你和你队友也处理好关系，毕竟你们是一个队的嘛。上回打架那事儿，你队友后来没为难你吧？没有。行，那你就好好训练，保持好状态。师傅，你把他送过去吧。哎，喂，不用师傅，您先走吧。我正好一会儿跑步就回家了。